江苏省昆山市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，不用老来看我，我身体好着呢。重阳节这天，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陆小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员带着新鲜果蔬，看望辖区内抗美援朝老兵楚恩生。去年七月，昆山市以其别称陆城为元素，推出退役军人卡通形象陆小军，并强化部门协作，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力量形成合力，出体系化支撑。常态化服务、社会化参与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新路，目前该市共有22支陆小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在行动，登记在册的退役军人志愿者有1056名。